最严重的时候就是那样，那坐病缸就是痛痛痛的，全是血，什么也看不见，就是血。你说人身体能有多少血吧？那时候就吓，给我吓得，哎呀，真是天天在哭，天天在流泪。在人生的前40年，贾磊丹从来没有为生活发愁过。他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疼爱他的丈夫，乖巧的女儿，而且他还有一个独门绝技。我们那道管我叫地马，就是那些仙儿下来管我叫地马，在我们当地很出名啊。王母娘娘啊，玉皇大帝呀、那些狐皇啊，什么大鬼小鬼啊，我全能看见。贾磊丹开始依靠这些仙儿给别人看病，破关扎替身，慢慢的他的名声传开了，出场费也是水涨船高。正当贾磊丹的人生看似风生水起的时候，一场异常凶猛的危险却让这一切都灰飞烟灭。后来我发现我身体越来越不好了，我去给人看病回来的时候，我坐在车里就发病了，就一直在走血。而这时候贾磊丹还寄希望于他的仙儿可以保护他。晚间睡觉的时候就有五个男的来找我说，哎呀，可下找到你了，找到你了的时候你要出大事了。完我说我有什么事可出的呢？我那些仙啊神啊会保佑我。忽然间就一身汗就醒了，醒了的时候我就血就咕咚咕咚就出来了，就是怎么弄也止不住这血了。到我们省城医院恰尔医院去看的，到那的我就挂了急诊，确诊是宫颈癌。说什么我子宫啊，卵巢啊，宫颈啊，什么都抱不住了。看我病历的时候，我一直在流泪。先是切除我的子宫，扎上了；后又切除我的卵巢，又扎上了；又切除我的宫颈，又扎上了；又切除我的附件，又扎上了。肚子里还有什么呢？贾磊丹开始了痛苦的放化疗过程，然而治疗过程却并不顺利。放化疗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并发症——肠梗阻。好的肠黏膜就一直在脱落，我就是往下变的时候都是变的那种肠油，像豆油似的，一滴的一滴的。随着肠梗阻越来越严重，贾磊丹又开始便血，血色素最低的时候只有2克。以至于每隔20天就要去医院输2袋血来维持生命。在病痛中苦苦煎熬的贾磊丹这个时候开始怀疑他当时所信的仙儿是否真的可以救他的命。求我这些神仙了，但是我觉得他们不好使了，他们也不保佑我。我说你们也不保我呀，我这么天天打坐念佛，你们也不保我，你们也不好使啊，就回家把我那些东西全扔了，我不供奉你们了。当贾磊丹扔掉供奉的偶像后，有一个人来探望他，给他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我家小姑子一直在拖着为我祷告，我也不知道。完了，我家小姑子说：“大嫂，你这次你指定得坚定你的信心，你必须得信了，你没有路可走了。”因为我没有路了，出院回来我没有路了，我就决定信吧。贾磊丹在穷途末路之际接受了福音，就在第3天的半夜，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在2点多钟的时候，呼啦就醒了，醒了我就跑到被屋，咕咚就跪下，跪下了就有一种声音告诉我：你有病，在绝望的时候，你光脚跑出去要自杀的时候，一直是我在救你。你以为你那些仙儿神在救你，是我那些东西扶着我在说话吗？不是，圣灵就光照我，我就觉得是神在对我说话。我说主啊，我向你献上感谢。
这一次，贾磊丹很明确地知道，这不是之前那些仙儿在和他说话，而是他三天前口里承认、心里接受的那位上帝在和他说话。他一下子明白了，自己原来是个罪人。我一直在祷告，把我家床单我都哭湿了，真的没有人能救我。我说我犯下了滔天大罪，你还救我？一直都是你在救了我，你真的是真神是活神。从此，贾磊丹开始参加教会每天凌晨的晨更敬拜，虽然这时候他的身体还异常的虚弱。教会的姊妹说，我俩天天来架着你就走，神会给你力量。在教会，贾磊丹开始逐渐明白基督福音的道理，虽然这个时候他还很虚弱，只能裹着被子半躺着听牧师讲道，但在上帝话语的光照和弟兄姐妹的切切祷告中，他感受到了真正的生命。我就感觉我找到家一样，我说主啊，你救了我，是你给了我生命。此时，一家国内最权威的医院明确表示，对于贾磊丹这么严重的并发症，没有更好的治疗手段了。大夫两个专家来到我病房的时候，他说你真的是不能再做手术了，毛细血管止不住，谁都没有办法，谁都救不了你。当时我就把点滴拔下来了，真的是神给我的力量。我回去我就靠你了，我这回点滴什么药物什么我都不要，我都不吃了，我都扔掉它。神赐给我一句话，就是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你不比天上的飞鸟更贵重的多吗？停止了徒劳无功的寻医找药之后，贾磊丹继续坚持在教会敬拜，甚至也开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侍奉。这么敬拜了半年，我就觉得我怎么挺长时间，我对象问我，贾磊丹你多长时间没输血了？我说呀，我看看日历，我一看日历有一个多月没输血了。我就马上跪下，我就祷告，我说主我感谢你。就这样奇妙的靠着上帝的医治，贾磊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今年五月份我去复查的时候，一切全正常了。大夫说你现在不需要输血了，就是喝点营养品就可以了，因为你现在血够用。贾磊丹明白，上帝不仅仅拯救了他的身体，更重要的是拯救了他的灵魂。神让我活着，给我第二次生命，就让我为他传福音做见证。我就觉得这是神的恩典呐，这不是神的恩典吗？这就是神的恩典呐，他给我的太多太多了。